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来我奶奶家。奶奶腿咋样啊？沉沉多少得管点事儿，我觉着这两天，要不再给我沉一会儿的。啊，那你身体我给你沉，我这手法没啥专业。你那是卤，老卤了吧唧，跟卤制神似的。奶，你那个小够味儿的呀。那还不好，那个孬州省的吃咸的呀，就那味儿不好听啊。打你那苗苗跟赖长，还他凭那大个子呢还。袜子几天没换了？半来月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人家都八二年的红酒，我这是八二年的脚丫子。哎呦我的妈！那这脚丫子可够时间长的。哎呀，那味儿敢试，左脸圈。起来试试来，不管事儿吗？凡是冷么唧的吧，非走一会儿。腿弱喽，那我觉着抻也管事，要不抻好不了这么快，那绳子横着连脖都动弹不了啊。这回抻完了，老太坐滑梯赛入老母鸡了，又等着一阵子了。哼，这还没人好利索了，还不得上墙头啊？那可不，只要是好了，哪都敢上。还是歇歇吧，别上了。这水饺还这样了，还上啊？来，你照片是多少照的呢？还是啊？这照片好几年了，还是六十六那年照的呢。六十多岁照的啊？六十多岁这么年轻啊？这脸蛋一点褶没有。我站起来也挺字儿的。我的妈呀，就这一张点儿啊？那家伙还有好几张呢。这小册子里边啊，那都是十来张呢。这里头，哎呦我天哪，呵，这家伙可以的小照片啊，比我还强呢。奶奶，这年人是多大岁数找的？这个是，不是六十六，都是六十七那年找的。那奶奶，你这年轻照片挺对儿啊，要不也不愁，多俊呢、啊。老太卖瓜，自问自夸。年轻点也大美女一个呀。这哪是六十多岁呀？二十多岁大闺女似的。中了，搁这儿吧，我这儿还多着活呢。瞅这个，管不饱啊，让那个云峰给我那个，起狗圈去。今儿活给他留着，那不用我了啊。对，他有劲儿，这回在后头那个乐乐的那个小屋得该归置了，过年了得扫扫房了他。多长时间了？半拉月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俩这相声呢。这回我没了啊、哦！你们俩来多少横得意思意思是吧？中，我干行。哎呀，这么多！那要不顺门这书吧？那家伙你咋脑弄脏喽？我了个去！吃点吧，媳妇。滚！奶是相声我哈。好话给你留着，好事儿给我留着。我的妈呀！来，第八仙了。完活了，来，那铁锨已经刷出来了。可以。完活了，饶你了。算账吧，算啥账啊？还想得开工钱是咋着？工钱不要了，拿走压容易得了啊。拿走啥呀？拿好玩意干啥呀？哎呀，你快给我滚过吧！你小混蛋，你要是吃我哪是咋着？给我滚吧！我训你。那个，我干完年活，我不拿点工资呀。你快给我咕噜过吧啊！又给我那个连波端跟老那个跟滑狼子似的，那还行。咱又蛋搬家，滚蛋出沟吧。